此时，贤秀在楼道里突然被某种怪物袭击，使他重新摔在了一楼，血流不止。贤秀这时回想起在灵堂祭奠一家人的情景，等他醒来，女孩恩佑已经在他身边。恩赫走过来告诉他，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是个怪物，因为他从九楼摔下来却毫发未损。 独眼男一个人走着，突然发现刀疤男就在眼前，刀疤男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是一阵痛扁。独眼男趁机逃脱，这时遇到楼下的幸存者，并告诉他们自己好像也是怪物，也有流血出血的症状。之后，独眼男便与贤秀他们一起被关在了隔离房。这天，贤秀醒来，发现独眼男就在眼前，吓得他往后一退。独眼男主动示好。